当《长津湖》和《水门桥》在欧美地区上映后，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反响，美国立刻推出了关于长津湖题材的电影《忠诚》，不过上映后却被一顿嘲讽。如果当年志愿军有这种装备，恐怕我们现在就坐在五角大楼里的煎饼果子摊，正喝着咖啡呢。那就让我们简单来看看这部影片，一部美版的抗战神剧。他竟然真当上了飞行员，小黑当时也是有点懵的。我们这主人不一直都在厨师班吗？今天咋还让我站 C 位了？那我得好好表现啊。很快他就得到了一个新任务，为了延缓志愿军的增兵计划，他们要摧毁新一州的防空系统。小黑所在的小队五架战机朝鸭绿江大桥飞去。可他们不但遇到了志愿军强悍的防空炮火拦击，更是在空中遇到了米格战机的拦截。志愿军对空火力直接拉满，这密度连蚊子都得犹豫要不要进来。可小黑几人不愧是主角，光环直接套上，防空炮都好像要故意避开他们一样，一小点的损伤都没有。小黑和汤姆两人精准地击中三处防空射击位，可当两人撤离时，小黑却遭遇到对方战机的追咬。地面防空已被其他三架战机摧毁，小黑也在汤姆的帮助下击毁了对方战机，化险为夷。后面的轰炸机也开始对大桥进行轰炸，成功摧毁了其中一座。本来应该撤离了，可小黑却自告奋勇地声称他还有弹药。面对中方密密麻麻的防空炮火，他牛逼闪电的成功击毁了另一座大桥。这一刻他也是信心爆棚，仿佛战绩要被写进史册一般。当小黑几人享受暂时胜利带来的喜悦时，另一边的美军基地却遭遇到中方的夜袭。一颗照明弹冉冉升起，志愿军的强势进攻简直让我们大开眼界。无数挺机枪同时开始射击，子弹仿佛是无穷无尽，火力压的美军连头都抬不起来。说这是科幻片一点都不意外，他们也许只有在科幻电影中才能像这样被外星部队打得哭爹喊娘吧。想当年如果我们有这火力，华盛顿现在恐怕也只是个特别行政区，大兵们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直到清晨海军空战部队的救援，才让大兵有了还击时间。不过看到战机里的小黑，大兵们还是比较惊讶的。可不幸的是，小黑的战机终于中弹了，螺旋桨停止了工作，飞机朝着下面一头扎去，小黑只能咬牙迫降了。战友们还在空中盘旋，如果发现小黑出来被击杀，他们会第一时间炸毁战机，不会留给敌人。可看到小黑迟迟没从飞机中走出来，他唯一的朋友汤姆决定要去救他。小黑的腿被夹在驾驶舱里，两人怎么用力也无法拽出，救援部队也很快赶到了，汤姆用斧头却怎么也劈不开舱门，汤姆只能先跟救援直升机离开，回去想办法怎么营救小黑。可那片区域已经被中方占领了，搜救几乎再无可能。少校甚至下令炸毁那两架飞机，当然也包括小黑。军方也发出了公告，他们牺牲了一位伟大的飞行员，不过不一定会有人记住，也许只有汤姆和小黑的妻子才会永远缅怀小黑吧。影片到这也就结束了，用小黑的死完美掩盖了大兵们的失败，甚至可能想告诉大家，他们失败的原因就是志愿军的火力简直是太猛了。
节目。